特别的演出哦。是的，我们今天首先要邀请到周二精英班的同学们蓝艺珍、殷美玲、陈美兰、李玉如、陈淑锦以及杨明涵，他们要为我们带来精彩的 Cabaret Girl 的演出。Yes， 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。掌声欢迎。